障碍航线顺利开通，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足自身职责，第一时间召开航线首航部署会，研究制定首航勤务保障方案，在勤务组织、业务培训等方面协同发力，全面优化勤务流程，合理调配警力，开足产业通道，同时积极与口岸相关部门协作联动，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通关环境，确保旅客顺畅通关。